今天青海湖这边大堵车呀，好像是要搞一个什么电动车环湖比赛啊，人特别多。跟我们昨天一块儿露营的有一个车友，今天早上都出发了，然后呢走了一段路，说是前面太堵，又绕回来了，又回来停到这个房车营地了。其实开房车还稍微好一点，最起码的，不管走到哪儿，有地方住，有地方吃。你干啥？又做饭吗？炖点汤，对吧？啊。炖点汤随时可以喝。嗯。作业写完了没有？还有多少啊？今天？昨天给邻居家小孩给了一个 ID 钙奶，人家回赠我一个凉粉儿，盒装的凉粉儿，没见过这个东西啊。哇，倒出来是一块儿啊！怎么感觉有点我感觉像有那点，个？我感觉像龟苓膏。龟苓膏你们知道吧？没听过，怎么黑不溜秋的？直接吃吗？朵儿先尝一口，你先尝，你先尝，你先尝，来，你先尝。一股蜂蜜味，是不是要加糖啊？蜂蜜味。甜不甜？我们现在去一下青海湖畔，骑骑自行车。这次来这边带自行车，就是主要就这个目的啊，想感受一下在青海湖畔骑自行车的这种惬意感觉。先过马路，朵儿先下来。先过马路，对面有个小路呢。来，先下来。3点多了，还堵着呢，这条路。过了马路，这边有一个专门的骑行道。来，现在你们可以安全的骑行了。现在来这边是最美的时候。今天的云好漂亮啊！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如今你四海为家，曾让你心疼的姑娘，如今已悄然无踪影。爱情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曾让你遍体鳞伤。滴滴滴滴等待，滴滴滴滴滴滴答答，滴滴滴滴滴滴滴答答，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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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待。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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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答，有难归有精彩。现在是我一个人骑行，
体验一下骑行的乐趣。我到前面去看看有没有什么更好玩的东西，然后回来叫他们。小朋友，加油！加油！加油！其实好多游客到这边旅游，车顶都架着自行车啊，过来体验骑行。这儿发现了一个超市，给朵娃子买点零食。朵娃子啊，超市就是你的最爱是吧？来，下车，下车，看你要吃啥，再拿点。两个棒棒糖不够你塞牙缝的，一会儿吃完了。发生剐蹭事故了。哎，这个车还要跑啊。来，上车，带你们回去。嗯，好。送分，送分。那风向改变了。啊，你看这吹着，直接往前走吧。刚刚还是逆风。咱们这两天过来是正好赶上人家割草了，有点吵啊，都不能睡午觉。咱们想点啥节目啊？节目啊？啊？哎呦，吓死我了！这个玩意准备点什么娱乐节目啊？朵朵，黑姑也好了。我吃槽的那条鱼哪去了？哦，在这儿呢。朵娃子，吃不吃烤鱼啊？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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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往这个袋子里面倒水吗？可以，你可以这样笑是吧？现在外面起风了，车友们都在收拾户外装备，我在这儿切点葱姜蒜，把鱼收拾一下。鱼已经解冻了，鱼身上斜着切几刀，这样腌起来更入味一些。葱姜蒜撒在鱼上，酱油里边放上盐，用小勺子浇在鱼肉上。好了，鱼肉腌制一会儿，他们两个都睡着了，我也上去睡一会儿。这娃怎么这个造型？嗯，那你们睡。哎呀，睡醒喽，烤鱼喽。外边没有下雨吧？啊。好冷啊，朵娃子给爸爸拿下衣服。听网友说是想要让烤鱼架子和鱼肉粘不到一块儿，得先把这个架子烤热了，然后再刷点油。咱们试一下，腌了一两个小时，现在已经十分的入味了。这条鱼有点太大了，夹子夹不住啊。好夹呀。这就是我坚持用液化气造的原因啊。
可以烤。多刷点油，听着刺啦刺啦的声音，看着鱼身上冒起来的小油泡，就预示着我这条鱼烤的一定很成功，哈哈。鱼肉现在已经熟了，就是要把它稍微再烤的干一点，这样才更好吃，哈哈。来，你们上车去吧，上车去把排骨盛上啊。我给他们烤烤饼子，下午的主食。哎呦，饼子切了一下，来吃饭吧。没有大盘子，装鱼的这个盘子是微波炉里边那个。今天这两个菜都是硬菜呀、啊。朵朵，你是不是偷吃了？嗯。啊，这块哪去了？嗯，这呢？这玩意儿，趁我烤饼子居然偷吃。阿斌啊。嗯。你说鲸鱼能不能吃？鲸鱼。嗯。啥鲸鱼？就海里那个。大白鲸是吧？嗯。这肯定能吃啊。啊。你保护动物啊。鲸鱼。都被一块捕杀光了啊，那么现在都保护起来了。大家好，我是浩东，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视频，给大家看一个美食啊。大家知道这个是啥不？这个东西是一个传统的西北美食，也是穆斯林兄弟啊非常喜欢吃的一个美食，叫馓子。馓子不是馓子，馓子是筛筛沙子的。馓子啊，这个特别好吃啊，油炸的面做的，这个配上油茶是非常好的。馓子是硬的啊，然后泡在这个油茶里边呢，也不会吸收过多的水分，泡着吃特别好吃。泡着吃吗？嗯，尝一尝。好啊，这个小吃货刚吃完饭又开始吃瓜子，你的嘴是一刻都不停啊。不掐到舌头，嘴就感觉很缺点。兰州这个地方还是比较热，现在室外温度是30几度，房车里边开着空调，25度，非常的舒服，电还有81%。那我们昨天露营的这个地方是没有水没有电可以补的，这只能算是一个比较好的停车的地儿吧，是兰州的体奥中心，有很多车友停在这儿，但是都是短暂的停留，住一晚然后就走了。这边白天有个卫生间是开着的，但是晚上呢卫生间也就关了。哦，现在去把黑水箱倒一下，中午午休一会儿我们就准备离开兰州，往青海走了，今天应该能到青海湖，哎，到不了青海湖的话也能到西宁吧。稍微转一下走了。兰州这个地方中午还是有点热的，晚上还行，晚上温度还可以。你都要转不转？转吧，我一会儿坐前面看一下风景。好，两个座位转起来还是非常快的，你旋转90度它会卡一下，然后再把这个旋转装置再动一下，转好了。那座椅的靠背调整一下。OK。这次出行我们主要打算是走国道，因为走国道可以边走边看，边走边玩。现在我设置了一个西宁市
国道要绕一圈啊，走高速的话就是直达，好像国道在修路，那就走高速吧。现在房车的油量还有一多半是够跑到西宁的，但是我还是想去加油，因为青海那边油比甘肃贵啊。然后再看一下加油站能不能加水。现在房车上带的这箱水是从家里出来的时候加的。我们三个人夏天用水也比较多啊。洗了两次澡，两次衣服，然后还做了好几顿饭。这边的加油站是可以加水的，水管从台阶下边这样绕个弯绕过来，不要把人家上厕所的人挡到了。我现在还要把我的驻车支腿打起来，因为我这辆房车的水箱排气口是在后边，那后边更高一些的话是更利于排气啊，加的会更慢。加了300块钱柴油，平凉距这儿也就是300多公里吧，差不多9毛钱一公里吧。刚才那个加油站离这两个加油站是不到100米啊，一个十字路口，三个中国石油的加油站，中国石油豪横啊。客车自助，出门之前忘了没办 ETC， 只能是走自助和人工通道了。啊，你这车是别人货车了？你房车吗？坐那卷板车道最最边上那个车道，因为这是仪器他自己识别的，这边给不了。他说放我们出去，让我们走最边上那个车道。班长在吗？我是从这儿下去是吧？从那卷板车道出去，然后走最边上那个车道，从那边。好好好。卷板车道。哦，走这个券板车。它可能是摄像头识别，把咱们房车识别成货车了。再重新上一遍。房车。好，这次就没问题了。Got on board a westbound 747. Didn't think before deciding what to do. All that talk of opportunity, TV breaks and movies.Rang true, sure rang true. Seems it never rains in Southern California. Seems I've often heard that kind of talk before.现在我们刚进入青海，高速公路就堵车了，而且堵的是比较严重啊，3.1公里啊。好好开车，我们从后边看电视了。堵了整整一个小时啊，马上要驶出拥堵路段了。
终于走完了这段。不想有那路多远，只为曾愿，是谁最最爱的人，终生在人间。刚才堵车被晒了一个小时，说是有点累啊，现在也不想开车了，就在这下高速吧。乐都乐都是属于海东市，海东市的一个区，这看着还不错，风景挺好，这还有一条河呢，河水挺大的。现在我们在网上找了一个驻车地，先过去看看。网上的驻车地也不好找啊，好多都是作废的。这是个停车场，网上的信息是这个停车场最高分顶一天是15块钱，也不贵呀。感觉青海的云和甘肃的云还有点不一样呢。云非常的厚。嗯，刚才问了一下那个停车场的老板啊，这个停车场一般停的都是在附近上班的，给公务员啊或者是啥单位的，6点钟以后基本上车就全走了，一会儿我们停到那个角上去。这是一个幼儿园，现在已经放暑假了，这两栋楼是家属楼，所以停在那个角上是晚上是最安静的。朵朵，你骑下去转一圈好吧。看了一路电视了，眼睛看看远处去，下去转一圈。哎呀，这个椅子躺着好舒服啊。那你躺一会儿啊，躺一会儿我来做饭。干嘛呢？醒了？醒了就起来，快起床睡觉，起床，太阳都晒屁股了。今天带你们去吃正宗的牛肉面，前面再走几十公里就到兰州了，快起。昨天晚上睡觉前洗的衣服还没有晾，先拿出来吧，一会儿洗完脸放在挂在卫生间里。你起床，爸爸给你叠被子，你说你幸福不幸福啊？嘿嘿。哎呀，最后吧，给妻子放上去。昨天晚上看过的书收起来。朵儿子，你给咱们也干点家务好不好？倒垃圾。去，昨天晚上吃的18批扔掉。爸爸，库容器的都打开。现在我的心率是70，目前的海拔是1950米。好，出发了啊。现在进入312国道，往西走。沿312国道继续行驶11公里。还说是去兰州吃牛肉面吃早餐呢，堵车了。咋回事啊？
导航上也没显示是啥原因啊。老阿子，你来看前面这个车，山东用翔。这段国道是单幅通行，修路呢。现在经过的这个县城是兰州的榆中县。先进县城。哦，这个牛肉店，这个道能右转吧？是右转道吧？这还有卤面、浆水面。这是啥面？免费送冰糖呀？这啥也免费送，快吃。你俩这辣椒是稍微少了点。正宗的牛肉面，辣椒要多。牛肉，卤牛肉，给。嗯，这的跟平常的还是有点差别，是吧？就是不一样。嗯，原产地嘛，肯定是正宗一些。这个卤牛肉是一斤90，我们要了半斤，老板给我们切成片儿，凉拌一下。你俩今天是不是商量好了？都穿牛仔裤、粉色 T 恤，亲子装嘛？这是。吃完兰州牛肉面，我们继续往兰州城区走。来兰州还有一个必经打卡地，就是中山桥。再带小娇和朵娃子去看一下。上一次来兰州，朵娃子。是不是没有带你去看过中山桥啊？哎，不对不对不对，上次没有带朵娃子来兰州，是我自己来的。进入大城市就是不一样。你看这立交桥，一座多一座。对面是兰州饭店，我记得小时候来兰州。早晨6点钟坐班车出发，然后到下午6点钟才到，然后在兰州饭店住上一晚上，明天再去别的地方。啊，你经过这儿是吧？对。得走12个小时啊！你想想，原来的路不好。中山桥马上就到了。但是这车不好停啊，实在不行我把你俩丢下去。好，你俩中山桥上走一圈，然后我开着车转一圈回来再接你们。666，那不然咋办呢？左边，这就是中山桥了。我把你放到前边，你过了这个天桥，你俩去中山桥上走一圈拍拍照。手机拿着啊。走天桥啊。往前走了好几个路口了，都是禁止掉头，禁止左转。想到中山桥的对面去都不行啊。终于找到一个可以左转的路口。过桥以后的第一个十字路口还是不能左转。现在又开出一个路口，在这儿左转，再绕回去。哎呀，这大城市的道路真是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啊。转了一圈
他们已经在路边等我了。热吗？嗯，我们也没有带防晒的，晒的。好看不好看？看到了，黄河的水是黄的。现在我们找了一个驻车地，刚把车停好，就下起雷阵雨了。这个驻车地是兰州的奥体中心，先是刮了一阵沙尘暴，然后就是下雨啊。给大家看一下引擎盖上的雨水啊，这雨水都是带着泥的，看见没有？这雨水是有颜色的。哎，隔壁还停了一辆魏航的车，现在看见魏航的车友还是感觉非常亲切啊。车停下，现在狗娃子就开始写作业了。雨儿，我说个感觉，人家写了个啥吧？啊，感脚，勇敢的敢，啊，三角形的脚。哎呀，兰州的天气还是热啊，给吃个雪糕。我不吃。吃雪糕这么好吃，你不吃？你不吃，我吃。